动脚啊，无不是有，有什么呢？有牙嘛。正话咱讲过去，三有，三有呢，就是咱开口动舌、举手动脚啊，无不是都在有中。何况呢？这样咱讲了有本有，本有就是咱过去一生积来、一生就的因缘果报嘛，本来都有啊啦。或者是呢，过去去做的，现在都已经有感受啦，就是啊，伫现在的感受。在过去所做基有的，现在的感受，这就是已经有了。那还有呢，动有，动有是这当中有在想，我计划想要安怎做，计划对的吼，做得好啊。这好的经济就是福报，但是咱也未去做，干那有安尼想，有安尼发愿，但是啊，发愿呢也未去做，这只是心内的计划，所以这嘛叫做动摇，或者是啊。心中有分有怨，那是有一番的计划，安怎去报复？但是也未去做，这嘛是叫做动摇，也未做的，只是内心呢有安尼的规划。但是呢，你若去做啊，那又是搁再归入本有。所以这个积成就的代志，咱唯有呢有错的，爱赶紧的不断忏悔，不断接受，欢喜接受。咱都爱认命，有的人都讲啊，我哪会这歹命，昏天暗地。这无什么好分，无什么好怨，这是咱过去都安尼已经做本有的嘛。那唯有呢，就是爱忏悔、发怒、忏悔，安尼呢，可以消过去。上重要的，咱都爱注意的动摇，发愿。好愿，咱要赶紧来做，因为呢，现在啊，这个事情，唔知未来呢，咱又是安怎？所以咱最好呢，答案伫现在。好事唔是干那发愿尔，发愿都爱去做，那安尼就累积了咱的福慧。谢叔呢？那有缘有分呐、啊，爱赶紧去当尊，那都赶紧给伊消掉去，唔通等咧讲哦，这个缘甲分呐、啊，这个规划呢，可以成型了后，那将来啊，想要消啊，嘛是真难呐、啊，所以趁伫也未去做着，动摇未成。安尼呢，都赶紧给消掉。有真侪人，有的是以德报怨，有的呢是以怨报德。人生是一种的颠倒，有的人对咱真唔对，真损害咱，真伤害咱。有德行的人啊，唔只是多去原谅，爱搁再宽待。原谅、包容，也去给他帮助，这呢是用这个德行来报过去呢
有修有缘。那安尼呢，都别搁在弯弯上步啊。所以，不管是本有，或者是同有，这个业中间呢，有一个中有哦，中间。所以这个中有就是拄只伫咧讲呢，一生就会苦果呢，是不是要搁再复制这个烦恼苦因无？伫这个中有这个所在，咱也未做善，也未做恶，这个中间，咱若会当及时悔过、忏悔，那安尼。咱在那个本有的苦果，咱就可以甘愿接受，那就不会再复制，甘愿接受了后，它就会消掉去。就是叫做烦恼啦，就是叫做无明，这叫做有吼。那咱那是会当好好啊来忏悔，那安尼呢，咱就会当时时警惕咱的心。所以啊，讲贪三有，做一切罪，这如是定。罪无量无边，真罪的罪恶吼，实在是无量无边。三有的顶面，阁有三道、三六等等啊，真罪的这个名词。所以如是定，前面所讲过去，这么真罪名词啊，烦恼世界这些物件，实在是无量无边，真罪啦。所以怒乱一切六道四心，咱敢那一念偏差。关系六是老掉去，智慧未当该存着，但是呢，烦恼满满是。迄一天我嘛讲，好亲像老去的汤啊，清的水洗未掉啊，所老掉的拢是粪扫，迄拢叫做老。好的佛法，好的道理，咱未晓未接受。但所留着、存着的物件，拢是予咱烦恼无明的代志。这呢，嘛是会做真多的业嘛。加上了颠倒道理，明明是真理应该安尼做，明明你该感恩，但是你要甲怨吼，这呢嘛是叫做颠倒。这种颠倒道理、真理的人，这也是会造业吧。所以前面所讲真多呢，这个业都是在咱日常生活中，所以做真多罪啊，无量无边啊，是扰乱一切六道殊胜。大家知影啦，六道呢，就是啊。天人地狱五鬼畜生修罗道，六道，这个六道中的众生容易作业啦，因为呢，这也叫做六凡，这六道的内底拢是凡夫，
包括天天道，还是同款的凡夫。凡夫呢，就是不明理；凡夫呢，就是点六道中啊，都是由不得自己不断地咧轮转，这叫做六道。六道的内底呢，在众生啊，无出四生啊，胎生、卵生、湿生、化生，咱的形态啦，在这个六道中啊，都无离开这四种的形态。这前面讲过去啦，所以咱也知影，咱应该今日啊，忏悔啊。改善忏悔啊，咱应该爱时时啊敬天。咱家己到底呢？咱过去的一分钟，过去对人、待人接物做代志，咱到底做对啊？唔对呢？咱爱定定。好好家己爱检讨自己哦，啊，对别人呢？那别人不管安怎，咱都爱尊重，尊重他人呐、啊。咱爱缩小自己，唔通呢，动不动就是一定想别人唔对，所以咱爱时时啦。爱有忏悔心哦，忏己愧人，有愧对人的所在哦，咱爱常常有这个心态。那会当安尼啦，该先忏悔。咱来当定那个家己呢，心过悔好哦。咱来常常呢，爱有这份唔通真膨胀吼，真自大，唔通呢。感觉讲哇，我是偌尼正光会去照人，唔通，咱都是爱时时呢，真正爱好好缩小起来吼。那安尼啦，咱才有法度呢，真正的忏悔。是洗啊，但那个大家人讲洗啊，洗家己，啊，因为咱呢满心烦恼，咱还阁是伫六道中的凡夫，咱还阁是由不得自己的宿性之一，所以咱应该呢爱知影无明佛辈，咱爱时时用法。来先得咱的心，所以啊，忏啊，就是先得的意思哦。啊，过去的错误，咱来不断不断的忏悔啊，爱承认咱的错误哦，唔通搁再做唔对。但那一句话，大家人拢知影，做唔对的呢，就是、啊、后悔。人生。最大的惩罚就是后悔嘛，所以咱敢那后悔，那不落用呢？后悔啊，咱都爱知影啊，唔对啊，唔对了后呢，我要安怎来重新做人？我看到一段的故事，是咱现在呢的主宰啦，过去啊，一点。国外啊，因为父母啊真疼，少年的时阵啊，未晓要学好，甲人吸毒啊、赌博啊、嫖啊、耍啊，无所不至。后来啊，去学帮派的人。安尼，甲伊诱入去，
哇，做真多歹代志啊，贩毒啊，杀人啊，等等都有。后来，后人抓去关，完了判了未少年一二十年的罪啊。出狱了后，伊知影爱赶紧爱改过啦，也那无呢，也已经有年龄啦。但是出来了后呢，迄、那个帮派啊，虽然输给遐尼久的时间，阿哥伫咧找伊，伊感觉讲，伫迄个所在，伊无法度过一个正当的人生，伊无法度重新呢站起来，伊要彻底呢改过，所以呢，伊就离开迄个所在，来到台湾。伫台湾，真正要重新做啦，去做粗工、小工等等。有一天骑着摩托车啊，被人的轿车对后面安尼个弄落去，真吓啦啦！伊啊，单独一个人伫台湾，迄台轿车甲弄落去了后呢，走起啦！那伊啊，被人送去病院。规身躯呢骨折是真严重，迄当阵啊是啊，病院看到伊安尼，但是佫无钱，佫无家属，佫无保证金，所以佮伊草草了事啊，无佮伊真正佮伊处理好势，伊呢变成了。有残障，在这中间出来，搁再是呢，街头流浪啊。后来等到呢，一二十年，安尼的朋友，这位朋友真有情，因为啊，这个朋友呢，伊的时代甲伊的父母是朋友。所以呢，这是第二代啦。这第二代的朋友啊，感觉讲啊，真可怜，所以去甲收容，要帮助伊啊。不过多伫迄个时阵，因这个朋友呢，嘛是去互拖累落去，要安怎偌大的帮助嘛无法度啊。所以伊一直想要徛起来。但是呢，无法度。后来，伊的身躯因为呢，迄、那个处理了无好啊，还是呢，爱搁再看医生，因为真严重。后来呢，就该介绍来咱的组织病院。咱组织病院迄个时阵呢，才多好是启用，迄个时阵上来咱家。咱的医生啊，无问伊讲，你有保证金无？你有家属啊无？拢无问。反正呢是患者来，上来咱都该收。同时呢，完了转过来和咱的社工部，咱社工这边才去给伊了解，知影伊真正困难，该帮助伫咱家。大三个外月了后呢，处理了后啦，啊康复啦，搁可以回去。回去了后，伊真感恩主者，从安尼呢，搁恢复去做小工。后来伊年纪也大啦，去带迄个养老院。伫养老院的内底啊，伊呢，嘛是啊。真用心，伊会去照顾其他呢无方便的人，会去照顾。到
重视伊家己呢，啊，佫会出去外面呢去打小工。现在伊讲，伊拢无烦恼，因为主者就是伊的家庭。虽然伫迄个所在做，伊佮认定这是家己的，即个主者人，大家人佮伊当作是家己的人，所以伊真安心啦、啊。亲像安尼的人生，虽然呐、啊，伫过去呢有过了错误，虽然是颠倒人生啊，但是伊受过了人间社会法律的制裁。虽然呢，伫这个所在生活打工啊，非常的辛苦。虽然伊伫这个所在呢，也捌流落街头过。但是呢，这点忏悔的心呢，还是坚持着。所以，伊无过去迷失去，伊甘愿受苦，就是互人弄掉呢，伊无埋怨，伊家己知影过去家己做真侪唔对的代志。所以，真侪顶的苦难伫这几十年间啦，他就愿意接受。所以，伊甲这个伊的过程嘛，伊讲哦，本来这是伊的生命中的秘密啦。不过呢，伊即嘛知影，伊讲绕开求进步吼，那无安尼呢，伊无法度甲伊的内心迄种呢，定定搁在藏条的烦恼，定定藏伫心里，伊的人生已经改过啦。所以内心的烦恼呢，嘛应该爱发露出来。所以忏悔即无罪，忏悔即世人呢，伊已经忏得清净啦。现在呢，伊生活安然、平安、自在。所以咱逐天都爱忏悔，逐天都爱发露忏悔。忏悔了后，咱都唔通搁再作业。实在讲啊，咱若一点啊的观念偏差啦，伫六道四生啊，咱毋知扰乱了偌济人，伤害偌济人，所以咱来时时多用心。